OK， 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呢就要进入这个新山的内环公路了。最近非常火红的这个新闻呢、啊，就在这一条路了。OK， 我就走这条路给大家看看一下这个路的这个情况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刚才我是从这个加兰国大丁一。这那条路呢就弯进来这个内环公路，那这条内环公路如果自行的话呢就直接到海边了，叫利多比丘。这边我的这个左边呢是下去新山坡底，然后右边呢是去是北上吉隆坡的。现在我是从这边直去，就是去新山海边。这边左下就是个加兰加亚瓦。前面呢就是 Disaster Hotel 了啊， Disaster Hotel， 然后就上这个天桥，就上这个 Disaster Hotel 了。OK， 这边左下呢就去这个中央医院了。这个就整个我的右手边就大钟楼啦。然后下桥之后呢，就是走完整个内环公路了。现在是今天是4月17号，现在4:45，天气呢是阴阴的啦，要下雨不下雨的情形。好了，下完这个桥就走完了这个内环公路了。刚才各位看到那个海呢，对面就是新加坡了。